主席，主席，好消息！张兰、张北老被营救了，上海解放了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！主席真是举重若轻啊！要形容上海这场从军事到政治的全面胜利，不连发四声感叹，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喜悦之情啊！不入民宅的严令，在上海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，获得一致好评。好啊！ 上海市政府马上就要挂牌了，你把这四个很好发给陈毅做贺电。好啊，他一定非常高兴。主席，这是新送来的新华社社论文稿的草样，请您过目。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，标题字太多了，不醒目。 本来啊，你觉得这样如何啊？祝上海解放。好啊，现在上海是表面上的敌人已经撤退，但隐蔽下来的敌人还很多很多。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里的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亨们，肯定还想按照旧上海的规则来玩弄资本。 压榨百姓，跟隐藏敌人的较量，将是我们共产党能不能在上海站稳脚跟的考验。